今年 CES 裏面其中一個比較矚目的新產品就是天龍的 AVC X8500H。這一個影音擴音機究竟有什麼特別呢？其實這一批機在農曆新年之前就有第一批來到香港，據我們所知都差不多賣光了，我們都有機會可以去天龍的毒氣室，我們今天去試一試這一部機。首先介紹一下這部 AVC X8500H 的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，就是應該是世界第一部13 channel 的影音擴音機。之前推出的影音擴音機就算旗艦級都好，最多都是去到11 channel 而已。13 channel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？其實就可以玩到一些比較多的喇叭的組合，例如是 9.1.4 或者 7.1.6。咁呢一個除咗係個喇叭組合之外，其實呢一部機咧，佢嗰個分析力啊，同埋嗰個音場嘅處理咧，其實都做咗好多特別嘅功夫。咁我哋等陣咧，亦都可以試聽一下嘅。好啦，咁啊，講到呢部機最特別嘅賣點，我又唔自己拋書包啦。咁我哋梗係要請天龍啊威廉 Sir 咧，同大家介紹一下嘅。今年我哋出嘅旗艦產品啊，呢、這個 AVC X8500H 咧，除咗真係加咗一個 channel 變咗13 channel 嘅 amplifier 之外咧，其實個處理器亦都大幅提升，用 ADI 最新嘅聲芯片，令到聲音嘅密度更加提高咗嘅。當然呢個13個 channel 咧，我哋嘅處理除咗716或者914嘅 MOS 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其他嘅變數。其實716嚟講咧，你可以全部六隻嘅天花喇叭，或者 front height、top middle 或者加埋 rear height。咁仲有呢個咁嘅結構嘅話咧，我哋都係支持 Oral 3D 嘅 13.1， 咁當然暫時你係開機可能未見到有 Oral 3D， 點解呢？因為佢呢個 firmware 咧要等到5月先至俾你嘅。咁到時之後咧，用呢一個 configuration 咧，喺 AMOS 或者係 Oral 3D 咧，你都享受到 13.1 嘅功能。今期呢個 AVC X8500H 咧，佢本身嗰塊 HDMI 版咧係支持 HDMI 2.0A 嘅。喺2019年嘅話咧，我哋會有一個 hardware 嘅 upgrade， 咁呢個係付費嘅 upgrade， 咁到時咧佢可以支持 HDMI 2.1， 即係話可以支持 8K。嗱，頭先我哋試咗幾條片啦，分別有Dolby Atmos 嘅 demo 碟啦，有鄧秋克啦，另外亦都有一啲音樂嘅影片俾大家睇。咁我哋今次試其實都特別少少，我哋用咗個 Sennheiser 嘅個360度嘅收音咪，咁大家其實如果用 headphone 咧，係可以聽得翻個環繞聲嘅效果嘅。咁我哋自己喺呢個試音室裏面聽啦，咁其實8500呢個機出嚟嗰個聲音咧係豐富好多嘅，同埋嗰個細節咧，你唔需要開一個好大嘅音量咧，其實個細節亦都聽得好清楚。咁有好多一啲譬如背景，即係電影背景嘅一啲好細微嘅，譬如啲沙塵、啲風聲啊，又或者係啲好細嘅音樂配樂聲，咁其實都好容易聽得出。嗰個喇叭嘅控制嗰個能力亦都好高，收放自如。呢個係以前我哋用一啲就算高級嘅影音擴音機咧，都未必咁容易聽得出嘅。咁其實今日嘅 setting 嗰個喇叭嘅組合亦都唔係一啲好特別
貴價或者特別是高級的組合，很多的譬如天空聲都是用一些比較普通的一些 Satellite 的喇叭，出到來的聲音其實都很細緻，推得很好，低音的處理也都是很有力，還有要有就有，要收就收，要停就停，咁呢個係以前影音擴音機咧就比較難做得到，特別就係嗰個天空聲，因為今次個天空聲係好豐富，同埋你會聽到成個音場咧係闊咗好多。咁呢個係即係 X8500 俾到嘅，即係除咗13 channel 之外，俾到你嗰個分析力，呢個係即係相當之難得嘅。